七七七鉴定所，这是 GIA 嘛，一张六十万，它就涨价了。请拿走真的美啊！没办法，算是综合考试，哪个最难？都很难，这一张最难，因为这一张是综合，包括这个100多万珠宝，三月香港才能买，然后现在8月才开证书。这有一些彩钻，小小一袋就7-8万，鉴定颜色，自己在家里鉴，我出错率太高了，一定要找自己的老师鉴，或者什么灯箱什么。那个小小的门，你定决定在楼上。我等一下去对面的大楼，我以前都在那边看中医，推拿一下。俊逸中医的刘师傅很厉害，你问健身的人，可能他们不知道哪里有厉害的师傅，而你问我们 B boy 就知道了。B boy 每个都什么？哦，韧带拉伤、骨折啦、肩胛囊肿啊，一大堆啊。所以我们都会找到比较厉害的师傅。那吃一下麦当劳，我现在10点、11点整骨，1点有人要求婚，有客人，3点也有客人，然后今天也蛮忙的。活动过度以后，又就会有一点紧绷跟粘连的状况，所以活动就受限了。哦，半小时500，1小时1000，已经给他按十几年了。我是都跳过那个看诊的程序啊，我都不看诊了。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要推拿就好了。一般就是这一排4爪6爪，简单款花绕钻的话要贵一点，4爪6爪都可以做。他睡觉的时候，然后你偷偷给他量进去。是爸爸周先生。这是爸爸没空陪你耍废，生命都快没了还管他这是多贵，强到不行快给我水喝。 My God， 迪克萨克派对上我的车。 Bad bitch on the back， 他是他妈妈是我的 fans。